北多篇是苏格拉底的最后时刻啊，最后你看啊，啊这个厄克克拉底说，这个大师死前说了什么呢？他跟别人描述苏格拉底怎么死的，他想知道苏格拉底的就最后说了死前说了什么，他怎么样面对他的死亡啊？那时候没有直播啊，如果有直播，我相信在这些学生里面一定有人会去搞直播啊，收视率一定是创新高啊。审判都有500人在听啊，他们都只知道他和毒芹汁而死掉，没有人告诉我们更多的事，所以这个斐多就说了，回忆苏格拉底带给我的快乐是所有事情无法与之相比的，无论是我自己讲还是别人讲啊，所以这是学生的回忆啊，这是很好的回忆。每一个老师如果有这么好的带给学生美好的回忆，我想这是教学最成功的地方啊。斐多就说了哈，我想说我当时感觉这种感觉非常奇特，我竟然没有为他感到难过啊！你们可能认为我有那种面临死亡就是临死前的亲密朋友那种感觉，苏格拉底当时的行为跟言语显得相当快乐，所以没有一个气氛感染你说哎呀他要死了好可怜啊，好可惜啊，我们就要分手了啊！他高尚的面对死亡，视死如归啊，有时候这让人更难过啊，如果可是呢，就是很特别的。我们一般人呢，大概都是吓得屁滚尿流，甚至尿了一裤子啊。我禁不住想，甚至他去另外一个世界道路上，都有神的意志在指引啊。他某种程度可能是神最钟爱的小孩啊。如果这么说啊，他们会认为在这样庄严的时刻应该感到难过，但同时我也没体会到我们在平常哲学讨论中会有的快乐。虽然不难过，但是也没有那种快乐，因为讨论的时候是快乐的啊，这是要去死了啊。好，过了一会儿，看守让我们进去，我们走到里面，看到苏格拉底刚卸去镣铐啊，通常是手镣脚铐啊，手脚呢，克山西帕坐在他旁边，他太太，你们知道他是谁啊？西藏还坐着他们的小儿子，苏格拉底70岁还有个小儿子，这人真行啊啊！如果我们可以搞一个小笑话的话。他总而言之没有人在这时候搞笑啊，我这样做也是不对的啊，不恰当。克山西帕一看到我们进去禁不住大声哭了起来啊，苏格拉底啊，这最后一次与你朋友在一起谈话当然也是他们，他说你们可以想象出来女人都这个样子啊，我对于这种古代的记载里面跟性别有关的我都会特别提出来啊，我希望大家不要有这些古人犯的毛病啊，我觉得南国人都是一样啊，不是因为男人女人的问题。苏格拉底就看着克里托说，克里托最好人把他送回家啊，就克里托仆人就把他带走了，哭得死去活来啊，表示很有情义 啊我们也能想象这个大部分的戏剧也会这样演，这也是人之常情，可以想象出来啊。斐多就回忆把事情告诉他啊，在我的生命历程里我经常做相同的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心出现，但总说明相同的事情，就苏格拉底实施跟培养这些记忆吧啊，每天督促自己，他做的梦都是这样。好，我感到那个梦要我实时记忆，可能只写诗这种通俗的记忆，但我必须加以练习啊，不可能不服从。就我想在我离世之前服从那个梦，透过写诗的纯洁来表达我纯洁，来纯洁我的良心，这样可能就比较安全了。所以就写了诗啊，所以这个他的一个记忆啊，一个这个是 technique 啊，不是一个 memory 的这个记忆啊。好，我现在我的法官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我看来一个真正把一生贡献给哲学的人在临死前会感到欢乐这种事情是自然的。他会充满自信地认为当今生活结束以后自己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发现最伟大的幸福啊！我发现未必是最伟大的幸福，这种个性的人大概到哪个世界都一样啊，到哪些？如果有一个更正义的社会，他可能就没那么突出了，因为他讲的东西都是别人在做的，别人也相信的东西。就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他所做的这件事如此的特别，所以他才会如此的突出。但我们大部分人的选择啊，各位将来也会碰到，就你到底要做一个跟大家都一样的普通人啊，在各方面都不突出，还是你要做一个你真的相信？很多人在错的时候，你是少数或唯一敢站出来，虽千万人无往矣啊！这是一个人生很难的抉择啊，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能做得到啊。
普通民众似乎无法了解，那些以正确的方式真正献身于哲学的人，实际上就是自愿的为死亡做准备。啊，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坦白说，啊，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在为死亡做准备的。啊，我们都会死，这件事情是没有一个人能逃脱掉的。但死了以后，别人怎么称颂你的问题？啊，君子即莫世而民不称焉。啊，这是孔子说的。所以在《左传》里面，啊，春秋战国时代人就说要三不朽：立言、立德、立功。啊，没有讲立财。啊，我要留一堆财富，要给我的子孙，让他享用不尽呢？没有。但大部分人现在都在立财。啊，哎呀，我这房子买来是为了我儿子啊，他将来能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我这个是财产都是要希望我的儿子能够衣食无忧啊。谁立了功，谁立了德？这个功跟德啊，跟言都是对人类有帮助的，对人类整体有帮助的，不是对自己家人有帮助的啊。所以这是为死亡做准备的一个思考。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那他们实际上终身都在等待死亡。我们所有人都是，因此如果说他们在这种长期为之准备跟期盼是来到前感到困惑，那么确实是荒谬啊。所以台湾只有几个学校有生死学研究所啊。生死学研究所呢，其实重要的还不是他做学术的，而是你怎么样。其实我们大学里面，至少在大学里面，都应该教导学生去做死亡的准备，不是一个很晦气的。以前有人教写遗书啊，有的老师，我想那是整个课程的一套配套，而不是说啊，各位同学今天拿出纸笔来写个遗书啊，好像一副大家要集体自杀的样子啊，不是那样啊，而是应该有个配套课程。我一直不敢叫学生写遗书啊，我听过这个作业，但是我一直不敢让学生写，我怕很多人太投入了，写完以后就走了，那我怎么办呢？但是爸妈一定跑来找我吧，我光想到这个我就吓得那屁滚尿流这样哈。孙老师，都是因为你叫我去小孩写遗书，他写完他就真走了。我还要你想这个一定言论满天飞嘛，说我这个老师变态啊，什么什么乱讲话呀，啊，然后就害死一个年轻的小孩啊，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你说我那时候还能干嘛？我除了以死相报，要我还能干嘛？我就是在背后去追他，同学。老师来了，就是对对，同学你不能死啊！你发啊，对不起，同学，我们俩都死了啊！这搞什么啊？所以这种死前的话，那个自然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到自己都觉得好笑。这样好，身体妨碍灵魂，这也是一个说法啊。这我上次也跟刚刚也跟各位讲过，这有些人是这么相信的，所以他对死亡不害怕的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呦，我终于脱离这个不太完美的一个肉体，我们这肉体有太多太多太多缺陷。啊，如果你相信这种欲望都是那个，你看佛教也是啊，所以佛陀死的时候经过好几禅，然后经过多少天，某种程度他就脱离了这个五浊恶世啊，你这整个身体都是贪嗔痴的来源，你有了性欲，所以你可能会做出一些对人不好的事情，你有了食欲，所以你会怎么样，你有了这个欲，这个欲都会怎么样，所以你最好就脱离此身了。那这个脱离此身就很多方法，一个是修炼，另外一个真的就是死亡啊，啊。连那个信飞碟的人都有这种想法，这是最夸张的啊。美国一直有哈，台湾好像没发生，阿弥陀佛，还好没发生。美国一直有那种相信飞碟的，有一个社会学家带了算心理学家 Leo Festinger 还带了一组人去研究过，他卧底研究了早期的一个美国飞碟就千禧年的飞碟团体，他们相信在千禧年的时候，这个他们相信的上帝是外星人。啊，外星人会带着船来，他们的母舰会带着船来救他们，把他们接走。啊，这个在99年的时候还多少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天堂门的啊，你上 Google 应该可以查得到，他们就集体死，集体自杀啊，集体自杀，就为了那个说什么哈雷彗星经过，然后他们的母船会在哈雷彗星之后，然后他们要趁着那个什么哈雷彗星最接近地球的那一点，他们要一起死，马上就 beam up， 然后就到了那个太空船上。啊，有一本书叫就 Leon Festinger 那本书叫做 When Prophecy Fail， 当预言失败的时候啊，这是一个非常诈骗社会学里面经常提到的一个，就当预言失败之后，那些信徒会怎么样？很多人认为我告诉你那是诈骗，然后你就说啊，原来我被骗，没有啊，那个从他的研究里面，很多人就找到另外一个新的解释，他宁愿还是被骗，他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啊，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身体妨碍灵魂讲的也都是这样的东西，那我就不念了。那真正的道德理想是来自智慧哈、啊，这个我们如果现在来说，我们在大学学到的或者这一生学到大部分都是知识的问题，如果你在乎的是生涯，那更是知识的问题啊。现在很多第一志愿的科系其实都是教你将来你在某个生涯上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做可以做得好，但是真正的人生是靠智慧而活，不是靠知识而活啊。那这个是苏格拉底很早就讲，真正的道德理想无论是 自治自己克制自己或修身啊，我们的中国话的讲法，诚实还是勇敢，实际上都是来自这些感情的敌罪，洗涤自己的罪。而智慧本身是一种进化，不是 evolution 啊，是 purify 啊，让自己到了一个很纯粹的境界。此后灵魂仍然存在，是不是要听这句啊？所以就灯就亮了啊，然后还保持某种积极力量跟这都是他们的想法哈、啊。你要相信就相信，你不要相信这个，不要相信这个啊。他强调灵魂死后仍然存在，保持某种积极的力量跟理智。苏格拉也这么强调。而灵魂离开这里以后，确实存在另外一个世界。这个确实就是个问题，你怎么知道啊？谁会来告诉你了啊？还会返回这个世界，从死者中复活。在死者中复活，这个后来就变成基督宗教的一个重要的信仰。为什么基督宗教你要强调耶稣复活？因为他不复活，你就显真不算神力啊！如果只是一个人，像苏格拉底一样，这什么好信用他？他不仅复活，他还要再来重新审判，这是基督宗教的重要的基石。然后区别好人坏人，这样他在别的另外一个世界上，他才有那个权柄。然后这我们都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那这个想法跟此后灵魂人存在不是一样的吗？而经过最后审判，有些人上天堂，有人下地狱。好，所以在这里，这个希腊的神话，它是古老的传说，所以也不是苏格拉底自己的相信，是当时地中海地区的人有一派人是相信这些事情的。然后这个事情可能也不是地中海的，那个是佛教也相信这样的事情，啊，只是我们中国人大部分人啊，在孔子的时代没有相信这个事情，啊。好，那众人对天鹅之歌的误解啊，有人说啊，这他天鹅之歌，他天鹅之歌是快乐，不是悲哀啊，啊，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对死亡是害怕的，所以会觉得啊，死前的话都是悲哀的，没有，他是快乐，因为他要到别的地方去，他就要强调这个东西啊。还有另外一个这个 idols 的观念，这是哲学上的啊，这个有的翻成各种形，就是 idols。这个有的时候翻成英文呢，就是把就是 idols 啊，就是用它于希腊文的原型。有的呢就翻成了一个叫 idea 啊 idea 呢，有的就翻成意念。但是在一些念哲学来讲，他希望把 idea 翻成像，照相那个像，一个木，一个两个木，一个木是木头的木，一个木是眼睛的木，那个像，将士像那个像。所以那个像呢，就表示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都不是最好的，都是一个 copy， 一个模本，啊，真正的好的原型都在另外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柏拉图的想法是这样。那柏拉图认为，我们人类所有的学习都是在重新恢复我们在另外那个世界早就已经有的那个知识，我们现在的学习都是恢复那个记忆而已。啊，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是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但在有一阵子啊，柏拉图主义一直到欧洲中古世纪都是相信这个东西，还有灵魂不朽说跟亡灵的问题，啊，这个跟你现在所大致知道的是差不多的，啊，还有亡灵审判跟未来的居所的问题，所以这个斐多篇给很多人某种情况下的一个期待啊，还未来居所啊。就是后来变成基督宗教的天堂跟地狱的问题。那天堂跟地狱的问题是可能再要再往前追溯，就是希伯来人的信仰，就是犹太教的问题。那这些当初在地中海可能都是在一起的，没有，并没有像我们现在区分啊希腊人跟什么人的问题这样。好，这是斐多篇。